我跟你说，这个要不是我自愿哦，嗯嗯，就没有哪一个男人能请得我，只要我下厨的。对，只有我请得动，是不是？对，你是自愿的啊？对，我有自愿的。对，拿着刀，我有点怕呀。皮皮，对，坐一下，别动，别动，皮皮。老规矩啊，数到三才可以吃啊。一、二、五、六、九、三。嗯，皮皮这点是可以的，数到三就可以吃，慢慢吃，皮皮。不准打架啊！二姐，你瞅啥呢？不准打架啊！我出去买菜，买肉肉。你们现在不知道什么叫肉肉。待着啊！就是走了，出去买菜。戴上我的头盔，出发。皮皮在家看门，在家看门。皮皮，小白你也在家看门。哎，自己爬上去了。真的是连滚带爬爬上去了，走，买菜去。买菜去。买好吃的。买好吃的。想吃啥？榴莲。榴莲不是没有榴莲。老。榴莲。你长胖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你长胖了。长肉了，走了。买菜去，嗯。先去逛一个，这里就是拉萨最大的一个菜市场，批发市场，这里蔬菜、肉什么都有，这里副食品什么都有，而且这里的价格呢很便宜，比八一市场要便宜好多。OK， 我们去逛一逛吧。好吧。哎、有猪蹄了，猪蹄、骨头，啊，排骨了。再弄点牛肉，再买只鸡，怎么样？换着花样，每天都不一样吃，怎么样？妈呀，那下次我跟你说，你干动我了。向向可喜欢吃鸭子了，他骑摩托车到哪儿一看到有菜场，他就买只鸭子挂在摩托车上，然后找个深山老林没有人的地方，他就开始煮了。不是，那天只是刚好买的鸭子。嗯。这个是怎么卖的？这个？这啊、一斤买啊，哦，那挺好的。那他们买上次不是黄牛肉啊？不是黄牛肉。啊。就来这一盒了，这盒有一斤多了。连头。啊，这太多了。这多少钱一把？便宜二十八。二十八。八个是吧？哎，八个。哎，不是那个七星啊。拉心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鸡胗，这是鸡胗，这是鸡胗，哎，鸭，这个也是，这是鸭胗，哎，鸭胗，哦，买这个还是这个？买这个吧。你拿一袋算，一袋也没多少，化冻也没多少，嗯、这多少钱一袋？二十哈、啊。鸭胗是哪？是哪的？一斤五百。啊，这种大骨头的。5块钱一斤啊？对。可以。南国来两个吧。都是鲜的。鲜的啊。你看看都是鲜的这。有没有这样差不多大的？两个差不多。两个太大了。哪个？这个。44。啊。哇，多大呀！再往
我就吃了，吃真的坐着吧。对吧？嗯，切吧。再切一下，对。别刀快，我回去切不了。可以吗？哎，可以，中间嘛。然后再切一下，中间再切。这样切一下是吧？哎，对对，给我切成小条。对。哎呀，哎，都是肉啊，都是肉啊。这就是我的摩托车的装载能力啊，出来买一次菜，三箱都塞得满满，冰箱也能塞得满满。 OK， 出发回去。就是冰箱要塞满的节奏。今天是我们家皮皮过生日，两岁了，皮皮两周岁了，给皮皮买了一个大骨头，这是一个牦牛骨头，还这么大。皮皮开不开心？皮皮慢慢啃，上面还有肉呢。小白也有啊，小白，那这块大骨头也给你的，皮皮，小白，小白拿去，你的，咬得动吗？这是牦牛的骨头，所以说特别特别的大，给他们磨牙吧。小白慢慢啃啊，这是皮皮。今晚吃火锅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今天请问今天我又吃现成的吗？对。哦，太棒了。需要我什么做的？你马上不是吃现成的了啊，也就是昨天吧，做热了一个花菜而已。嗯，那不叫热，那是我亲手做的。亲手做的。嗯，你今天任务还是一样的，就是一如既往做着吧，该干啥干啥。那我去玩游戏去了。你去吧，不需要你来帮忙。辛苦了啊。这是不一样。辛苦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要不是我自愿哦，嗯，就没有哪一个男人能请得我撩我下去呢。对，只有我请得动，是不是？对，你是自愿的啊。对，嗯，我自愿的。对，拿着刀我有点怕呀。赶紧下去。嗯，你是自愿的啊。自愿的。好，走了。走吧。哎呀，每天吃现成的，哎呀，真好。嗯。吃火锅，哦，美味的汤。嗯，啊，向向太能干了，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瞅着。天哪，咱火锅的食材都准备好了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黄瓜呀。这是特地为我做的下酒菜吗？对。哎呀，看出来了，太棒了。特意还给你加了几个枸杞。哎呀，这是火锅啊。对呀，火锅。火锅里还给我加这个，那枸杞太少了，多加一点。然后，凉拌黄瓜、豆腐皮、香菇、青菜、藕片、香菇、土豆，这是秘制蘸料。鹌鹑蛋、莴苣，这什么？莴苣。这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海带。哦，海带苗。火锅就等着汤好了，就等着咱这个压力锅里边的骨头汤好了以后，咱就可以吃饭了。哦，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要做。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要做，就是今天。刚买的肉，买的五花肉，把它中真空封一下。老三，你跑下来了？啊？老什么谁？老三自己会下车了。老三，自己下车自己出来玩了。
我的天哪，看走路走得多好。25天，25天的狗会走路了，会玩了。小三，小三过来，小三过来，到我这来。小白来了，你看，刚才没听到鸡哇一声啊，它就不是摔下来的，它肯定是摔下来的，它怎么过来的呢？再给我演示一遍，小三刚才怎么下来的？是不是从这里边滴溜溜的滚下来？哦，可以啊，自己会跑出来玩了，可以找皮皮玩了啊，找你大舅玩去，回去待着。二姐二姐都在呢，看长得多漂亮现在。抽真空。哟，这么快。那小三怎么又变成黑熊怪了呢？讲的就是我第一眼见到，我觉得这是黑熊怪。他憨不憨？就《西游记》里边的黑熊怪。老憨老憨。披着袈裟的黑熊怪。可以，这下就很好了。这样子的这块肉放时间长点都没有关系。哦，开吃了。小酒已经倒上。就是大骨头汤，骨头。猪大骨。还有好多肉。就是像像做的番，这叫什么汤？番茄汤锅吗？番茄汤锅。嗯。就是用大骨头汤，叫番茄。大骨汤。哦。我们今天买的牛肉，对，哦呀， okay, 一口香。就是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，在看着我们吃，你们很和谐啊。我们一起再喝一点，跟屏幕前的各位再一起走一个，白定，走了，鱼排上上的剁洗走线，你看马口玩家玩的溜啊，啥都知道，年龄也知道，走了啊。其他地方拉。